你回来啊，我洗澡。你是不是东亚健身院的会员？是，你的证章是几号？136号，请你给我看看。忘了放在哪里，会不会掉了？不记得了，掉在什么地方？记得吗？ 不知道，再想想，在哪儿不见呢？是不是昨晚上掉的？想不起来了。这是你的136号。是的，请问你昨晚上在哪儿？健身院。以后呢？ 回家了，在你回家之前，没有到过别处去？没有，因为很累，回来就睡觉。你哪一天到过大岗村的树林？大岗村？你不知道那个地方？不知道。不巧的是，昨晚上我在现场捡到你的证章。这，现场发生了命案。啊？有人死在那儿。 所以查问一下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
跟你的正章有关系。难道你怀疑我杀人？现在不能确定，希望你能找到人证，证明你昨天晚上不在发生命案的地方。啊！我恨，恨不得他们都受到绞刑。可是我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怕他们来威胁你？不是。警方一定会抓住他们，香港又是法治的地方。我和你一块去报案。不不，我实在不能去。你受了他们的侮辱，就这样的放过他们？我是个订了婚的人，要是这种事情让我未婚夫知道了，我就完了。这种不幸的事，我想他会原谅的。他是一个有名誉的人，事情要是传出来，我以后怎么做呢？我知道你为难，可是警方不会放过我。要是没有人证，我的问题怎么解决？我已经受了嫌疑，可不能变成真的杀人犯。不，你为了救我，为了自卫，你没有罪。警方不相信。只要我们不去报案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为了请你保守秘密，陈先生，我愿意付一笔钱给你，作为酬劳。什么？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？陈先生，请你原谅，这件事绝不能泄露。无论如何，求求你帮我这个忙。王探长，可以进来谈谈吗？请。
请坐。这里，打扰你一下，请坐。谢谢。陈先生有没有想到谁是人证？我没有人证，也没有需要。为什么？我跟那命案没有关系。那你的证章，难道凭证章就能确定我杀了人？我们不会那么轻易决定，那么我也无可奉告。陈先生是不是不肯合作？我没有办法回答的话，叫我怎么回答？你能回答的话，可能你不愿意讲。何以见得？要是隐瞒事实，对你不利。我不明白。为了这件案子，疑问很多，不得不从你开始。你是不是把我当嫌疑犯？我们在考虑。这么说，你们还得继续追究我？不是追究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还要保护你。保护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吓了你一跳。你没有事吧？这两天他精神不大好。不舒服？没有，大概睡得不好。最近我实在太忙，抽不出空来陪你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不。走，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去。对了，出去玩玩，散散心，精神会好点。对了。建筑生意，如果开服装店的话，一定请他做模特。叫他站在橱窗里表演，可以收门票。他的屁股要是用力一扭，橱窗的玻璃就全部粉碎了。女士，别忘了放糖了。
我不放过你的，来，秦牛皇。林经理，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地盘来捣乱，我明明听见他们是来找你的。西游寺里，你是这儿的负责人，怎么可以打架呢？啊，叫你提前完工，完工了没有？林经理，我们不能偷工减料，不合规格。放屁！你想加工加料，滚！ 咱们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
陈建，怎么不说话？你们全是畜生！你是杀人犯，为什么不去报告警察局抓我？没那么简单，也没那么便宜，你想怎么样？哼，拿10万块钱出来放过你，要不然又怎么样？跟你没完，阴魂不散。别怪我们手下无情。哼，就凭你们这几个畜生啊！李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请里边坐。好。李小姐，您看看今年的新车。我要最新式的。
还没有到，我给您拿样本看看，您可以定。别致的，刚刚出厂没几天，让我试试啊。建昌，你陪海蒂小姐去试试车。好、啊。再见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回车行。急什么呢？我要跟你谈谈车子的价钱，行吗？哎，上我家去歇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嗯。请随便坐。啊。喝什么酒？自个儿倒，别客气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坐。更有情调吗？坐。来，喝酒吗？
啊。事情告诉你的未婚夫。费小姐吗？费小姐，我是高大富，是祝玉兄的老朋友。啊，哎，你们订婚那天我也来了。啊，祝玉兄呢？祝玉，我正在找你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到花店了。祝玉兄，高爷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。你好，高先生是我们的同行，他是建筑界的老前辈了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老弟年轻有为，生意比我做的大多了，已经胜过我了。有什么吩咐？前几天有个流氓故意跟你找麻烦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他们跟你有仇？不知道。那无缘无故会跟你过不去？我也不明白。他们不肯放过你，总有个原因吧？我想不出。据警方的情报，
树林里的死尸跟那批流氓是一帮的，那为什么你不去抓他们问个清楚？还不到时候。陈先生，要是一个人夹在法律与不法之徒中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没有这个经验，最好的办法还是说实话，让警方来解决问题，所以我们希望你合作。这是最后一次的劝告，除非你能找到当时的人证，否则我们只有拘捕你。我是人证。你是？我是他的女朋友张海蒂。你是陈先生的人证？是。那么发生命案的事你也一定知道了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。如果那天晚上他真的跟你在一起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他为了顾全我的名誉。哦，我以前在这儿没见过你。有时候我在这儿，有时候他在我那儿，我们天天都在一起。发生命案那天你们在哪儿？四人之间的事我有必要告诉你吗？陈先生是嫌疑犯，我们要查清楚。哎，那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床上的事也要做一次给你看吗？哼，那倒不必，不过做假证是有罪的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怀疑我跟命案有关系，常来查问我，真是见鬼。别心烦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到后门去玩吧。Thank you.
让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，干杯。嗯。今天够紧张，够刺激，够精彩。你不怕？哎，有你这位大英雄在，怕什么？幸好我没有做轮下鬼。我们情愿做风流鬼。嘿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怕你，牡丹花下，翻云覆雨，好厉害。讨厌。你呢？我们是旗鼓相当，不分胜败。哎，刚才摔疼了没有？嗯，屁股两头全青了。哦，哎，让我看看。讨厌，你还看得不够？身上卖命，留着点力气明天用吧。你这个畜生，你听清楚了，明天下午2:30在望洋山。跟他有点误会，他人呢回香港去了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好吧，你们预备一个对一个呢，还是你们同上？好小子，你别狂。
察局的。啊，澳门回来了。嗯，他就是陈建昌。哦，高兴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他怎么样？你喜欢的人还会错吗？那你得帮他个忙。没有问题。警察局老找他的麻烦。嗯，我跟你提起过的。好，回头我请律师来，他会替你解决的，你不必担心了。谢谢。好，那边坐。干爹，我把建昌推荐给你，他对建筑很有经验的。哦，那好极了。我正用得着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你以后跟着我好了啊！来来来，建昌，干爹的建筑公司是数一数二的，你做下去啊，一定会大有前途的。高先生在建筑界的名望，我早就知道。海蒂像我亲女儿一样。你跟我不必拘束。说他给人在家里杀死了。谁打电话给你的？不知道。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是？我是警探。哦，你知道陈先生在哪？知道。陈先生，有人找你。啊，这位是费小姐，海蒂小姐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啊，哪里？好，你们谈谈吧，回头进来坐啊。嗯。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警探告诉我的。警探？嗯，我差点中了那个流氓的圈套。怎么？他打电话告诉我，你在家里被人杀死了，
我赶到你家，没想到他在里边。哦，幸好警探赶到救了我，可是给他逃走了。他们不会放过我们。你防不胜防。当初我为了自私不肯报案，惹了你不少麻烦，真是太抱歉了。我又常常受到威胁，这样下去不知道怎么办。可能的话，你到外国去暂住一个时期，避开他们，让我单独来解决这件事。结婚以后可能出去旅行。嗯，夹在法律和不法之徒中间好难。想不到鱼儿这么容易上钩。凭你的聪明，你的诱惑，哪个男人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啊。为了你我牺牲好大，要是不把陈彦昌钓到手，这鱼是哪这么容易就跑上门来。这不但是一石二鸟，我和你还可以平分秋色。陈建昌强壮有力，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啊。讨厌。费玉石也就快落到我的手里了。那你怎么谢我？钻石、汽车随便你要。我要你。在哪一位？你的未婚妻费小姐一直瞒着你，她另外有情人呢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费小姐跟她的情人在旅馆里幽会，现在快回家了。陈先生，他是谁？朋友。认识多久了？没有多久。你找他有什么事？我。你说，有什么秘密？你好不要脸！哎，请你不要误会，他是我。原来你瞒着我，另外有了情人，你下流！从现在起，我们一刀两断，解除约。这先生对你误会，我该解释明白，希望你能约他出来谈谈。他既然不了解我，又何必解释呢？不能因为误会破坏了你们的婚姻，这件事
嫁给有钱有地位的人，婚姻不一定美满，也不一定幸福。我想明白了，在家里我也不敢再住下去了。怎么？昨天半夜那个流氓又偷进我的房。哦，我害怕极了，他常常威胁我，我又避不掉，这样下去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暂时到高先生的别墅去住些时候，避开他，等你和施先生解除了误会再做打算。也好。雨欣，啊，今天第一晚，我怕你睡不好，我们喝杯酒谈谈。我不会喝。哎，学学就会了嘛。来，来，慢慢就会了嘛。酒是最好的东西，可以使你忘掉忧愁，减少痛苦。喝吧。你内心的痛苦我很了解，一个女人被人强奸了，在心理上会是一污点。不过如果你再多接触几个男人，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陈建章告诉了你。想不到他是一个不守诺言的人。你错怪他了。高先生，住在我这不用担心，我保护你。嗯，谢谢。你是我的客人，可不能冷落了你，我陪你。我找陈先生去。找也没用，他也一样在我的手里。你在生意上败在他未婚夫手里，就千方百计把他弄到手，拍了不少裸体照，可是这有什么用呢？不许你说，不许你说。这是恨的发泄吗？你能得到他的身体吗？你无能，你太无能了。没有感觉，没有反应，就是我脱光了，你也一样无能。
报复了，我报复了。我报复了。那么你答应我的条件呢？条件事情成了，你滚，你滚，你太毒辣了。有的是办法，我可以买一个证人，证明他是杀人犯。追查得很紧，我那些弟兄又需要钱，所以只能来找你。你的酬金我已经付清了，这点钱不够，我的几个弟兄打算离开这儿，要跟你借20万。20万？哼，你想敲诈？嗯，高先生，你是有钱的人，我们是跟你卖命的，就算多打上点也不止20万。哼，你们替我做了些什么啊？费雨师落在你的手里你还不满足？给你强奸过的身体不值钱。因为你不行，我先替你执行啊。我能弄到费雨师，你有什么功劳？还要我说吗？要不是我常常威胁他，他怎么会搬到这儿来？哼，这是我安排好的计划，也是你的阴谋。现在给我滚！啊？在生意上你给施仲玉打败，暗地里就对付他的未婚妻，这也叫报复？不滚！我真不明白，你们有钱的人做起事情来弯弯曲曲的，比我们还狠。你少废话。好，言归正传，20万。你甭想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一个陈建昌已经不是对手，别墅里我多的是保镖，你敢动？不知好歹，我就打死你！社会上也可以除掉一个败类，打死了你我就报案，我们抢劫。
来捆死，快狠死，你死大了，哎，他你死，哎，你死，哎，反正你不死这个警察局去，我为你作证。